全家新年龙好运福袋。那这次的福袋呢，是全家做贩售的 Lucky Bag， 以木须龙为代表，3000个机会可以抽到我们的木须。那我们当然少不了我们 MEA 特别款的三眼怪啦。那这次的数量也是限量1000只，加码奖呢会抽我们的 Life Size 的蜘蛛人，是我们今年才新推出的蜘蛛人哦。那它是1:1的雕像。越难开的东西越神秘。先开第一个哦，越南大战的回力车。这一袋抽到的是木须龙，的木须来了，拿出来就直接就是一只可以摆设的木须了，勾锥勾锥的靠在那个金元宝上，阖家龙平安啊，看可可爱爱的脸。这是超级新的哦，百年庆典系列哦。福袋的话呢，它就是都会附上一个 DS， 还会再有一个礼品系列。这个的话就是礼品的回力车。MEA 的话，我们会有3选1的机会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福袋，一样有一个礼品系列的笔记本跟资料夹，后面还有一个小贴纸。我们这一袋拿到的话，就是我们的限定版三眼怪新年喜气包装。哎，这盒很好开哦，噔噔，哎。其实蛮可爱的，珍珠奶茶款。珍珠会咬吗？可以哎、欸，可以，雾面微透的感觉。吸管，红色的吸管，很可爱哎、欸，不输气泡款。一盒 DS， 那这个拿到的话是 Life Friend 的粉粉嫩嫩的系列组合。刚刚忘记介绍到一个最重要的东西，福袋的这张加码赏带回家。那抽的方式上面都有写，是到时候就扫 QR code 啊，然后登号码这样就可以。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商城也有做抽奖，只要你有消费就可以抽磁浮的钢铁人。然后下面的话呢，这边一样有门市的100元折价券，福袋建议售价只要799元哦。1月10号就在全台的全家都可以做购买哦。那就祝大家龙年好运，在新的一年都可以心想事成，抽到自己喜欢的限量隐藏版喽！